我是 Grace B 小封面仔，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开箱的文啦，就是我买一个东西，今天我就买一个东西，那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东西啦。OK， 讲真的，我们呢今天就来一个认真可是是不专业的开箱，我们就会像老吴那样子搞笑的开箱啦。我要开箱的东西就在这，就是这个啦 ，Logitech。Logitech G633 Atomic Spectrum， 然后这边有些东西 RGB 7.1 Surround Sound Gaming Headset， 7.1 Surround Sound 是7.1的环绕声，然后这边写 K for PC Console， 就是那些 PS 级 PS 级的，还有 Mobile Phone， 然后上面呢也写了 Atomic Surround Sound， 然后旁边就是它的一些 spec 啦，然后 what's in the box， 一个 headset， 然后一个 3.5mm 的 analog cable， 还有 USB data cable， custom tag， user documentation， 2-year limited warranty， hardware warranty， 然后还有这边也是它的 spec 啊， driver 是 40mm，然后 frequency response 是 20Hz 到 20K 的 Hz， 然后 sensitive 是 107dB， microphone 是用 cardioid 的 microphone， size 是 4mm， 然后收音的也是 100Hz 到 20K Hz， 然后 pickup pattern 就是它的款式啦，然后后面还有就是这个东西我很喜欢的，就是它会有彩色的，有彩色，然后是由 Dolby Audio 的公司研发，有 DTX headphone， 然后呢我什么是彩色，就是这个东西彩色，还有这个 Logitech 的 G， 它的 logo 是彩色的，然后这边就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要理它了。 OK， 我们就正式来开了，然后会单手很麻烦开的啊，真难开。 OK， 开到了这个方向盘，先就看这个先。 Game with patience with win with science， 就叫你用你的科技来赢，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放在一边先，然后还有这个，这是它的 cover， 也是不用理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东西就是它的主机啦，耳机旁边有个 G 的，然后后面有一排的 hot key， 然后这是 volume key， 然后这是 for 你可以 plug 去PC 或者是 3.5mm， 然后旁边也是，然后我喜欢它就是这么大个，我就喜欢，然后这个先放在一旁先啊，然后还有这个里面拿走开这个了，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一盒东西，这盒东西是什么，这盒东西就是 cable， 什么 cable， 就是有两包的 cable， 一包是3.5mm 的这样子的，然后一包是 PC 的 for PC 的 cable， 就是一个 USB port 和一个 micro USB port， 然后其实那个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 USB 的，特别是在 3.5mm 这个，我就开给大家看一下 3.5mm 有什么特别呢，它特别就是这个啦，你可以选择要现在其实这个是这个是 microphone，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 microphone 还是用这个耳机的 microphone 也可以，这个就是它的特别啦。然后这边中间的就是这个可以夹在衣服的，然后还有这个也是，你可以给它
一个就是这个就是 mute 麦克风，这个是开口麦克风，你 mute 了就红色东西出来这样子哦。都加衣服啊，这是那这个吗？这是 control， 你连接去 3.5mm 的时候，你 control 它的 volume 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 play button， 这个那个 play button 可以按的，然后它外面是用这种布质的线这样子包围着那个 wire 的，所以是比较好一点的。然后呢，还有，其实在我们的耳机后面这边，它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你看，这么对焦不到啊，对，一个东西这样子的，一个是 PC， 一个是 3.5mm， 你可以 plug 上去，然后也可以 plug 下来，就是这样简单。然后这个旁边还有一个特点啊，不算特点啊，就是没有用的功能，就是可以开掉那个盖，它的盖是这样子的，它只是靠两个 magnet， 这两个，这个和这个 magnet 吸着吧。然后这个就是 logo， 哦，它 logo， 然后这个就是LED 灯。如果是933的Logitech G933， 就是 wireless 的，就这边一个这个有一个 USB 的东西咯，就给它 connection 了。可是我们 Malaysia 没有进 G933， 所以我就只是买这个633是 wireless 的。旁边这边也是一样哦，这个也是一样。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下耳机，哎，它的 microphone， 这一下 microphone 啊，你看它是折叠式的，你可以上去下来，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推上来，它是这样子可以拉伸缩性的，然后你还可以再凹它，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子。你的麦克风可以凹来凹去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耳机的本身啦。OK， 现在呢，我们就来测试它的麦的声音啦。我个人觉得这个麦的声音是不错的，可是就不能跟那些电容的麦来比啦。可是对一个耳机的麦来说是很好，因为它选用是 Cardioid 的麦，就大家看大家的意见吧，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啊或者什么的，讲评估一下它的声音好不好啊那些。 OK，今天我们的开箱就到这里啦，如果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 哦，然后之后应该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再有开箱，因为破产了，荷包大出血啊。 OK， 就是这样啊，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拜拜。